舒服啊。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喜欢了7年的江雨辰，从他看我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忍不住想像和他命中注定天雷滚滚100集电视剧了。天雷滚滚，你就不怕100集都是力竭？这次续约的事估计是没戏了，我的工作也马上要丢了，还不准我想想开心的事啊。比起我动动嘴皮子，谁也抵挡不了星盾的7位数。现在想想，也只有周川才会那么傻，答应那样屈辱的合同。老师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不是啊，温泉是你家开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啊，刚才拿着手机在给谁发消息呢？男朋友？朱凡老师，这个好像是私事儿吧？今天见到江雨辰这么高兴啊？你牵我可没有牵他这么用力啊，就差抛头颅洒热血了吧？你该不会是担心，要是我真的签下了江老师，会偏向于他吧？你放心，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我的小宝贝。盯着你30秒，看你有没有撒谎。没有。你脸红什么呀？哪里脸红啊？是不是想到江雨辰了？我没有。小姑娘，别不知好歹啊！回头到时候被人卖了，还帮别人数钱，除了我，谁会签你们原生的合同？哎，你让开。我觉得有点热，我现在泡完了，我有点想走了，我拜拜。那太好了，慢走不送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拜拜。